早餐告别单道主食，粗粮细作，营养美味。这么做的馒头你吃过吗？口感暄软，甜香美味。成品图：面粉200克，细玉米面100克，适量温水酵母3克，糖3克，稀释面团和好，醒发15分钟。准备食材，适量彩豆，用擀面杖开长方面胚，薄厚1厘米，撒适量彩豆，从一边卷起，用刀切好，二次醒发，大火上锅蒸熟。成品图。